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浮雕线菱形花的棒针花样。那这个花样呢，花样部分呢是八的倍数加一针，按这个针数去起针啊，八的倍数加一针。然后呢，我又加两针编针，所以呢变成八的倍数加一再加二。那么示范呢起了19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织法啊，它呢。这个花样比较长啊，它是20行一个循环啊，但是呢织法不算难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第一行第一针我们挑，然后我们先织一针正针，接着呢两针重复去织，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，重复这么织，一反一正，一反一正。最后一针呢，我们织反针，然后呢，第二行到第四行重复第一行的织法，循环去织啊，就是都是织第一针挑，然后呢一针正针，然后重复一反一正，最后一针反针，二到四行呢都是这么织，我们第五行再回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行，第一针挑。然后呢，我们先织一针正针，后面重复去织的部分加一针，把线绕上来，然后呢织一个正针，右上二并一，正挑第一针，第二针是正针，将正挑的这一针拨收，然后织三针正针，在正针左上二并一加一针，一针正针啊，重复这一段循环去织。我再示范一组，加一针正针，右上二并一，再三针正针，正针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，一针正针，最后一针织反针。第六行啊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就织一行反针，非常简单。加针这一针呢也是正常的，这样织反针。啊，我就不织了，第七行再回来看。接着第七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先织两针正针，重复啊去织的部分加一针，正针又是二并一，一针正针，然后呢正针左上二并一加一针，三针正针。好，我们就一直这样重复去织，织到最后一组啊，我现在下面就是最后一组了，我们呢是加一针，然后正针右上二并一，再一针正针，正针左上二并一加一针啊。最后一组呢就是我们加完一针之后呢，这里不是织三针啊，三针，而织两针正针啊，最后一针呢织反针。第八行的织法呢跟第六行一样，第一针挑，然后织一行反针。第九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三针正针，重复加一针，然后呢正针右上三并一，第一针挑过去，然后呢后面两针织正针左上二并一，然后将挑过去的这一针呢拨收，然后加一针，再五针正针，啊，我们中间部分呢就这么循环去织，直到最后一组我们加一针，然后呢
正针右上二并一。再加一针。然后呢五针正针，我们最后一组呢是织三针正针。然后最后针织反针。第十行的织法呢跟第六行啊一样。好，然后第十一行到第十四行的织法呢就跟啊一到四行是一模一样的啊。第一针挑，然后一针正针，然后重复一反一正循环织，最后一针反针。然后看第五十五行的织法。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先织两针正针。重复去织的部分。正针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，一针正针，加一针，然后呢正针右上二并一，三针正针，重复这么去织到最后一组啊，我们织正针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。一针正针，再加一针正针右上二并一，然后呢将三针正针变为两针正针，这最后一组啊，然后最后一针是反针啊。第十六行的织法呢跟第六行也是一样的，第一针挑，然后一行反针。好，来看第十七行，第一针挑，接着就是重复去织的部分，一针正针，正针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，三针正针，加一针，然后呢正针右上二并一。始终重复这么去织，我再示范一组，一针正针，正针左上二并一，加一针，三针正针，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二并一。我们循环去织，织到最后还有两针呢，我们织一针正针，一针反针。第十八行的织法呢，还是跟第六行一样，第一针挑，一行反针。好，接着来看第十九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先织一个正针左上二并一，然后重复去织的部分，加一针，五针正针。然后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三并一，针挑，第一针，后面织两针，织左上二并一，然后呢将正挑的这一针拨收，重复这么去织，织到最后一组，我们加一针，然后呢五针正针，然后加一针。这里呢将正针右上三并一呢变成正针右上二并一，然后最后针反针。第六行的织法呢就跟第二十行的织法呢就跟第六行一样啊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织一行反针。我们呢把这一行直接织完啊，用这个花样后面就是始终重复这个一到二十行循环去织，虽然它是二十行一个循环啊，但是它的里面的针法呢并不难。这个在棒针基础针法里面呢都有教过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一个感觉啊。其实我建议大家织这个花样最好用这种纯色线啊，纯色线去织。那这个线呢，它是有一点点加花的。所以呢看上去是有点点混的这个颜色啊，用纯色线去织呢这个效果会更好看啊。好，如果希望这个浮雕感更强，立体感更强一些呢，可以用就是再小一点的针号，让它织得更紧密一些，这个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啊。好，两个点，就是一个需要纯色线，第二呢就是针号不要使用的太大啊。好了，那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